再过不久不就是和平三周年了吗？不过在这之前，先给你们体验一下国际服上线的四周年玩法。没错，就在最近，国际服上线了缤纷周年的玩法。这期给你们聊一下这四周年都有哪些内容。首先是浮空岛，这个浮空岛有两个，一个是金字塔样，而另外一个则是冰雪样。首先是金字塔，进入缤纷乐园后，玩家会多加一个头套。玩法呢也很简单，需要淘汰其他颜色头套的敌人，淘汰后他就会浮空继续开枪淘汰，感觉没啥意思。不过在这里被淘汰的话可以复活，所以不用太担心。金字塔上有很多金币可以兑换物资，比如信号枪啥的。而冰雪样的缤纷乐园和金字塔的差不多，只是换了个外形而已。接着是载具扫描雷达，点击开启后就会出现扫描区域，在这个区域的载具都会显示出来。然后是冰塔营地，这里其实也就是个物资区，中间有个打卡点，地上还有个宝箱，其他倒是没啥。最后重点说一下这个缤纷广场，这个和缤纷营地差别虽然不大，但里面必刷一辆新载具。没错，这个载具就是自行车，正式服的自行车改了，之前是可以长跃起跳，距离跳得更高，不过现在不行了，只能普通跳跃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个自行车是打不坏的，所以在实战中还是有点好处，感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试试看。拜拜。